有三寸的灯光，其余什么都看不见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就好像是我的大脑内部空间在慢慢被挤压，恐惧、不安、惊慌全部被杂糅融合到了一起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进去。迅速将门拉开，钻进多媒体教室，趁黑暗还未侵入又拉上窗帘，紧闭门扉，抬头看去，四盏灯看上去很不稳定。在教室的中央，桌子上死死地贴着一张白纸。很抱歉，在你看到这项守则时，说明你已经按照学生守则第四条的指示来到了这里。遵守一下守则，我们将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。安全。第一，保证窗帘全部拉上，门扉紧闭，保证教室内不能有通向外界的缝隙，绝对不要尝试观察外部，只看一眼就好。第二，禁止发出任何声音，避免不必要的行动，你没什么可以做的。为什么？第三，随时注意你的心理状况，轻微的恐惧不安是正常的，严重的惊恐、惶怖、毛骨悚然、不寒而栗、惊惶万状、令人畏惧是非常正常的，感受我吧，你本就属于。第三点一，教室里第一排第三个桌子里面存有两粒红色药丸，若你发现自己处于第三条所描述的状况，请立刻取出服下。谎言，逃避，就像他们一直骗着你要相信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感受我。第四，当你发现房间里的灯开始闪烁时，请牢记尽自己一切可能保持清醒，你只能靠自己坚定的意志保护自己，不要去接受，不要去理解，不要去思考，所有让你感到恐惧的事情都是真实的。当你感到自己被注视时，用目光回应我吧，直视我的脸吧，你应该恐惧，你应该怨恨。第五，在某教室的一张桌子上，没有人注意到这张传单，与其说是没有注意，其实更可以说是无视。大大的招新二字几乎占据了整个传单篇幅的一半。招新，亲爱的同学，我校的艺术社团招新了。认为学校压力太大，认为学校没有娱乐，还是认为你的学校已经不能称之为学校了？来到艺术社团吧，你的所有心愿将在这里成真。有意加入者，请来到艺术楼三楼社团活动室得知详情。以下是一段在宿舍角落内发现的 SD 卡中读取出的视频。视角在一条学校的街道中，正对着持设备者奔跑的方向，此时天色已经偏黑，视角不断的摇晃，可以从背景听到男性的喘息声。这玩意还能用吗？我是高一学生阿达，摄像机是我偷偷从家里带来的，本来想拍 vlog 什么的，但在这个鬼地方不说了。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，我中午在自己桌上看到艺术社团招新的传单，上面似乎提到学校不正常的原因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已经忍受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规则很久了。而且我发现我用了摄像机拍的视频中的同学，我似乎好多都不认识，我觉得真的得来一探究竟了，等我到了再拍。视角正对着一位男高中生的脸，神情较为慌乱，他的背后是学校的艺术楼，可以看到里面几乎一片漆黑，只有三楼闪着些许灯光，而且此时天色很暗。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，里面看起来好黑，但最要命的是天黑的也太快了，似乎我在天黑前真的无法回去了，我已经骑虎难下了。真他妈黑呀，不对，我好害怕，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。这是什么？灯，快把它给我。
好点了，拿起这盏煤油灯就好多了。他似乎清楚了我心中的恐惧，这盏灯发出的光似乎不照向前方，反而是笼罩在我身边的。虽然我不能用来探路，但也够看了。这黑漆麻乌的，啥也看不见。到等会儿有新发现的时候，我再开始录吧。我不知道走多久了，我沿着走廊找到了楼梯，大概算了一下那个有亮光的房间，就上了三楼，然后到了这，马上就要到那里了。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把摄像机打开了。亲爱的同学，当你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，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成为一名艺术社团成员，遵守以下规则，也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社团生活。第一，艺术社团是存在的，但不隶属于黎明中学。第二，艺术社团的成员可以选择不去教学楼上课，但是晚上最好回宿舍过夜，没有人会追问你为何不去上课。第三，灯是一名艺术社团成员需要随身携带的用具，请牢记，灯是属于社团的财产，禁止借给任何人。灯可以在黑暗处保护你。真的吗？第四，使用灯时，请确保自己的心率在150次每分钟以下。使用灯时，禁止大声喧哗。第五，作为一名艺术社团成员，你的压力并没有普通学生那样大，因此你不需要在每个月的第一天服用红色药丸。因此，请在该天待在艺术楼内，禁止进入后山。第六，艺术社团成员每天的工作只需观察学校内是否有不停露出苦恼、困惑表情的同学，并找到这个同学的座位，将艺术社团传单置于该同学的座位上。这位同学的压力过大，需要来到我们社团缓解。第七，社团是一个团结并且拥有平等精神的团体，我们重视每一个个体所蕴含的力量，我们想帮助那些因为压力过大而充满负面情绪的同学重返学习生活，这是艺术社团成立的意义。遵守以上规则，你将会帮助许多同学度过意义非凡的社团生活。崇高从不建立在少数人的牺牲上，来自于艺术社团。后山，这真恶心啊！唉，都他妈是一群骗子。我是鬼爵，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。